大家好，我是小辉，今天给一个7岁的老驴来修蹄子。他有一个孩子，个子和他差不多一样高了，但是还在吃奶，带大家看看去。这头驴，这是他孩子吗？这么大了还吃奶？这是绿军啊？绿军都快给他妈妈一样高了，这么高了，啊。不离不弃的还啊，给你妈妈修修。我老觉着我老婆你这么一缠，我缠出血了。看不，这可是有点差那么多的，这啥玩意儿？不要骚扰了，猪！快快站住！不要那个，就说咱乱录像，录骚扰的。哇，里头都是些架了，是吧？胶芯都架了是吧？这钉子还胖了。哦，修了就长胖了。长胖了，那胖了不是自己长不了，这不咋了？嗯。这个咋解决还？就该出栏了。就出去了。小公主，按着，我知道，这盖嘞。这是跟你说，你看吧，这地方的手指，这地方就做的比较的圆啊。
你看这不能动了，别动就垮去了。肉垫子。啊，肉垫子，肉垫子。哟，好嘞，好嘞，哟哟哟，正说你好嘞，妈嘞没。是怎么活来的？几岁啊？七岁。七岁。怎么活不了？现在跑着了都干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辉。有头驴的蹄子已经崩裂成花了，让师傅给他修修蹄子去。咱们顺便也看一看这头驴的蹄子已经崩成什么样了。哎呀，这头驴迈着沉重的步伐。咱们先看看它两个前蹄儿。老驴，看大板牙。这一会儿，这又对偏下来，看了吧？没有不挖的。别动了。
走，我走了，手都拿对。